哇！呢位靓女系边个呢？气质清纯脱俗，眼角仲带啲性感。你想象到佢就系红遍八九十年代嘅一代港产片女神张敏啦、啊。大部分香港人都只系记得张敏最经典美艳嘅角色系周星驰电影入边嘅绮梦，又或者系为人师表嘅 Miss Ho。但其实对佢影响最深，应该系当年年仅十九岁嘅张敏响1987年初试提升之作《狮子山下烟火人间》。响剧入边，佢饰演啱啱嚟香港嘅纯情内地女仔，但系就不幸被骗，最终仲误堕风尘。佢从纯情演到惨情，再由悲伤演到无奈，当中更加不乏大胆嘅镜头，既有冲凉，亦都有被迷奸嘅场面。难怪当年立即就引嚟名导演王晶嘅注意，并且迅即就将佢发掘到港产片嘅市场，先至有日后形象变化多端嘅张敏电影。本来演色影嘅佢，响2017年宣布复出，年近半百嘅张敏响镜头前面嘅回眸画面。魅力竟然不减当年，古装嘅英气造型更加唔输俾而家当红嗰啲小生添。从佢分享嘅55岁近照入边，更加惊讶见到张敏嘅肌肤近乎零瑕疵，真系叫当今所谓嘅女神情何以堪啊！